家待着。喂，咋了？快点啊！那个上次那个台球吧。跟父母吵了架，又吵了架。你他妈别废话，赶紧打！哦。哎，马球。你先开吧。好。三七，你这又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我老爸总是跟我过不去？你肯定还是招惹他。我什么都没干，你知道吗？没干他无缘无故冲你发火。哥，打球吧。好，你让他打出高分球。哟，这球都没进，你累的。我操！别他妈烦了，快打吧。好啊，来了啊。我操，运气不好了。嗯，还好吧。真好，球蒙的。接你说能有谁？接了吧，可以跟他们好好聊一聊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？不是你说我接了，接了。啊，喂，又咋了？你快说，我爸到底怎么了？行，你再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是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。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。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，时光慢些吧。